人呢。好用功。这一次的专辑呢，有着复古的风潮，为什么会想到在其实是越来越时尚的这个李宇春的这个风格下面，会要做一张复古的怀旧呢？其实呢，1987呢是我3岁的时候，那我那也是我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开始记事的一个年纪。然后呢，其实想表达是在这一路人生当中的一些未知的遇见，就像我也会遇到快乐家族一样，快乐家族我们就会遇见你，这些都是影响我。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复古的舞步，像娜娜，我们两个在那个在我的悉心的研究下面，我觉得总结了几个特点。对，非常重要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复古的舞步往往都是一些正拍，而现在的舞步往往有一些小碎拍啊。就比如说以前的舞步都是1、2、3、4就好了，比如说很经典的一个舞步。对，一定是1、2、3、4、5、6、7、8，没有 1、N、2，而现在的舞步是 1、N、2、3、N、4。就会有些小劲，是1、2、12的那种，对，就是中间没有的，就没有停顿，没有中间过渡，对。然后呢，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以前李老师复古舞蹈大课堂，对，以前的舞蹈呢？真的是用生命在跳舞，要很使劲，动作都非常的大，可能现在的有一些耍一些小范儿，能小就小，这样，对，小的好小啊，对，小的就特别有纯真的感觉，对，以前都是，能多大就多大，像这样 ending pose 都非常大 ，ending pose 对，非常大，对，非常大，对，很坚定的哈，是的，所以这次的 ending pose 也是大的。非常大，对啊，包括刚才说到在专辑当中拍，不会有这么大吗？走你，没准会有啊，有可能会有。所以现在你看，在专辑当中我们看到复古的风，然后在 MV 当中复古的风，那接下来演唱会也会有复古的设计，对不对？会有，因为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啊，第三点其实就是表情一定要很夸张，因为现在跳舞都是很酷嘛，对，就是能少能泪脸一点，就泪脸一点。但是呢，以前都是要用这个很夸张的表情，很我相信娜娜一定可以把握到这个技巧，然后要跟前排的观众要很密切的互动，一定要心里面的 OS 是 Come on yeah Come on yeah。拉近距离的感觉是有的，对。所以如果是娜娜的话，就是你就可惜，就是你出生太晚，你90后嘛，不然你要赶上那个80的风潮，真的你绝对活惨了，你绝对活惨了。但是他也熟悉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跟春春是有一点点出入的，就是、因为那个感觉是跳舞的时候是，就是有一种特别洋溢出去的活力，你知道吗？很有活力的感觉，是吧？而且那时候的舞蹈那个什么，装备也是怪的吧？就是要绷一个那个绷带，这个像是霹雳舞，霹雳舞呀，那个还有护膝，有护膝，有手套，已经是很酷的了。已经是酷的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还其他的一些啊。所以总结了3点，还有吗？还有其他的？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其他。最重要的3点。OK， 那大家看到呢，聊了3点，但最重要还是要看跳，对，要跳出来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舞蹈。刚才才了解到春春对快乐家族对大本是非常有诚意，这段舞蹈呢其实是为马上就是后面的演唱会准备的一段秘密武器，所以今天要特别的提前在大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演唱会通常都会给这个惊喜的，对，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舞蹈当中也感受一下这个春春现在的音乐风格跟他这一张专辑所表达的不一样的这个复古态度，这首歌呢也非常时髦，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真的很妙。哎，这是个年代人。这个曲子是你自己选的吗？这个曲子？对，是我自己选的。然后现在还在做一些编曲，所以可能今天大家听到这只是一个 demo， 然后是一个编曲老师他随便唱一下的。但是呢，是一个新的编曲，会是一个新的编曲。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曲子在百变大咖秀出现过，多次，不止一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复古的舞蹈还需要一位复古的 DJ 吗？好啊 ，Yeah， 不去。
不要停止。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掌声欢迎真真带来复古的舞蹈表演《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是怎么来着？活力，这舞蹈好飒呀！好飒，而且你真的台上跟他一起在共振，真的做到了，全程都在跟观众。来呀，跟我一起来 ，Come on！ 最后真的是，哎，他望着地的时候是收着表情望出去，实际上亮出去。我体会到你说这一支舞比你之前跳的所有舞都累的感觉，累，脸累。都全身都很累，全身都很劲儿，你知道吗？紧的那个，都是大劲儿。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还是适合这个年代，这些舞蹈我真的看着。看起来好爽的呀！信手拈来，我好爽。不是适合，不是我会跳，而是我喜欢看样子。享受就好爽啊！当然，这个小劲儿我也喜欢啊。今天呢，我们说话太缜密了。对，今天呢，我们会跟春春玩很多很有意思的互动啊，同时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记住他的专辑。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对，我们今天也有亲爱的玉米朋友带专辑来啊，谢谢你们。好，那春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介绍下面的一组来宾，谢谢。谢谢。好，好，来，谢谢大家，来，我们掌声接一下，谢谢。来，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看他妈妈的无心之过，来看人家。我以为在叫我。有吗？没有。有啊。有吗？有啊。好，来切出来看一下，有几张照片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有吧？第一张，一春是春春啊，这是春春两个小辫子，这是两个小辫子，这不是爆炸头，对。你这个有错误啊，没关系，这是春春的有两个小辫子，小辫儿的清纯造型。这不错，很可爱。这是你后来长头发最长的记录了吧？好像有更长一点的，是吧？你那时候就喜欢穿这种黄颜色的衣服，就注定了你的粉丝就会选这个颜色吗？你真的好有先见之明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看是谁？这是谁？圆圆。哇，你小的时候是这个风格？这是艺术照哎。圆圆，你那个是好复古啊！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好做作的动作。做作是一回事，但是肤色，这感觉像天天在外面骑摩托车。肤色比挺重的。你是刚从西藏骑行回来吗？可是圆圆，你按那个时候来说，他已经是算穿的是没问题的人，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是，都是头上是大红花呀什么那种感觉。而且就是素雅的那种，你看那个牛仔裤的那个上面绣的那个花，那个是潮的，是有的，潮的，但这个自己的那些音响也是功放那些，功放，而且那个时候就看出气质了，对，因为他的表情是淡然的，那个时候我们拍照都是这样的，不是的，而且那么多，你看我怎么好做的那个，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有。
的衣装，那确实是，就很像从组里借的。那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下，请问这一件是？是我的，是我姑姑的。姑姑的。姑姑的那个感觉也蛮清新的。你摸一下这个材质吗？的确凉，的确凉，对，它已经变得很薄了，因为已经洗得很薄了。对，这个绝对是三十。对，30年前的衣服，因为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他拿同样的布料帮我也做了一件。我妈妈也有这个布料做的衣服。对，你看它其实远处的朋友可能看不见哈、啊，它其实是有波点的，是有七彩的波点。哎呀，谁让你的怎么会看不清楚啊？好，这件是那剧组借的啊。啊，他以前就是他有很多戏是这样穿的，所以我最近。又将占据了你所有课余时间。80后小伙伴，这些花样你还能记得几个呢？当你听到这首歌，手拿收音机大跳 disco， 已然成为最潮流的配搭。我会告诉你送心爱的姑娘一台缝纫机，一辆单车，又或者一个婚嫁大礼包，简直霸气侧漏，豪气逼人，牵手成功神马的都分分钟了。好，你看这个维西安呢，好多人就是对对是这样，然后眼睛里是甚至都有感动的泪花，你看吃那个爆米花的那个，你知道说那种就是在那街边守着这个爆米花在爆的整个过程特别幸福，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没有钱，你看人家爆出来，有的时候你还捡，你知道吗？是会有一些散落在地上，但是没掉到地上，是掉在那层垫子上，那层垫子上就会偷偷的。是有多穷？好了，每个人分享一个觉得那时候印象深刻的一个物件，好不好？啊，海涛哭什么呀？没有，我在想，我想到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就是后面那个青蛙，你们记不记得？啊，记得，我知道。你发条，我记得我是怎么有的那个？我是第一次管我妈要，我妈就不给，然后我就哭，然后过了好久之后，然后我妈才送了我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青蛙，还有小的时候有那种剑，你们家里都有那种剑吗？哪种？说一个就好了。木头的那种。哪种剑？就是去旅游的地方没有那个剑吗？我知道了，就是纪念品那种宝剑。对，还有那个。后面这个我说了不用说。好，何老师应该有非常多。什么意思？不是因为他喜欢哦。小时候我们玩过那个滚铁环，就是一个铁环，然后拿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铁棍这样支着它到处走。那个我们院子里面小朋友还比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真的院子里永远都是小朋友在玩，但现在院子里很少有小朋友会一起玩了，都最多就是家长带着小孩在院子里散散步，扔沙包啊，对，扔沙包，跳房子啊，三个字玩过没有？三个字，就说三个字什么的，还有什么工兵捉城，对，还有不许动什么的，脚不落地，我们都是木头人，对，这些连春都。跟我没关系，我们来听春春有什么好分享的物件啊？我小时候玩的，我不知道红白机是不是80年代的红白机，90年代。好，再说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画面。那时候小时候，妈妈常常会把手帕别在这个地方。别一朵枝子花，会别朵栀子花，还是玉兰花？不是，就白玉兰，白玉兰，别手帕，别在这个地方。然后小朋友去上幼儿园去了。妈妈帮你别，然后就是可能擦嘴、擦鼻涕的那种。每个小朋友这个地方都别一条手帕。是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偷尝过家里的酱油？有，还有红糖，还有味精。你呢？你在家里有没有喝过酱油或者喝过什么？我喝的墨水。难怪。为什么？这么有文化，因为老师常常会说肚子里没有半点墨，可是我不想我自己肚子里没有半点墨，所以我就自己喝点喝的墨水，喝完就有墨水分三种，黑墨水、纯蓝墨水和蓝黑墨水，记不记得？红墨水、蓝黑。哎，红墨水只有老师才会用，很神圣的，而且那个笔筒是那种吸
吸进去的那种，然后经常纠结有没有灌满一桶兑水而纠结，一点没了呢，就甩干了，还要去用水洗，对不对？对，要如果用纯蓝墨水要换回蓝色墨水的话，一定要吸好的。你喝了以后有洗胃，有洗胃吗？有中毒吗？没有中毒啊。洗胃啊？没有，没有。喝完以后就开始念诗了。没有，就是有喝很多吗？也还好啦，就是一小杯而已。一小杯，对。那第二天，那第二天粑粑是蓝黑的吗？好了好了，聊别的聊别的。但是确实有时候那个笔不好的话，你不是写字的时候会咬着笔头吗？嗯，然后就会嘴。通常看见有些同学嘴巴是有黑的，有没有？对，我觉得圆圆应该是蛮爱喝酱油的。看你刚才那张图，小时候有没有说爱喝酱油会皮肤也很黑？妈妈有没有讲过？对不对？好，娜娜，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玩一个叫摩擦白网鞋，最时尚白网鞋。白网鞋，我刚才说了吧，已经录下来了啊，录下来了，录下来了。然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那个就是躲猫藏猫猫。就叫你知道藏猫猫，然后就是捉迷藏，就在楼道扎过。因为我没有被扎过，但是我那时候特别小，然后应该是我祖祖家祖祖母啊祖母，祖母祖母祖亲呀，就是祖母家有一台，我见过，就是奶奶家，对不对？祖母就是姥姥的妈妈，对吧？对，外婆的妈妈，对，太晚了，祖祖啊，然后。对，那个时候已经90多岁了，然后见过这个东西，我特别的矮，还不太够得着，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会受伤，而且那轮子飞速转啊，对对对，所以它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凶器，凶器。你想小朋友他可能视线正好是那个针咔咔那个，对，所以我们我来，我想挑战谢霆锋，你挑战谢霆锋，霆锋会使这个吗？我不会。那你别今天成为你的阴影了，可以吗？那何老师就找个人了，怎么想让我啊？怎么？就是要做什么？是这样，我们现场，我们你们两个上来吧，好吧，上来来讲解你们一下要做的什么事儿。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之前已经打板做了，已经画了线在上面。我们两个现场在观众面前比赛缝一件背心。背心很难，何老师你是会用缝纫机的是吗？我小时候学过，我爸爸非常会缝纫机、哦、而且我们那时候的学校，我跟何老师那个附中啊是有劳技课，哦，劳技课，劳动技术课，就是学这个或者是修自行车啊，就是两堂课。嗯，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对折，样对折吗？对，然后给滚起来，轮子滚起来，小不用管了，不用了，小心啊，各位都小心手啊，好，没问题，不用买了啊。这边已经拿着作品开始过来了，还是煮饭好了，是不是你现在给加油了？真的是哎，你知道春春有多可爱吗？完了吗？完了，。我觉得好像啊，这边也完成了。来，两组带着作品，到中间来展示一下。好好看啊，不错。这一组。蓝色的是由这两个人完成的，嗯，娜娜是指导，对，我你还帮助那一对，有请感谢这边的人，那边的一位长得还不错的一位女生来帮我们穿的这些，有名字，男神女神配。我本来想让我们那边的一位男生来帮我们就做最后的那个就是收官，但是后来我这个线就很不争气的断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心烦意乱，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女生啊。他举着这个，他说：“哎，吉他的拨片。我”我之前看到，我以为是的。是，这是在这么大的拨片，对，花，这是在画花画的，对。1987的黄马褂，我有一件呢。给你写一个来。好了，这边写一个一生，1314就好了，1314啊。要再录一遍吗？上怎么写？怎么写啊？来，
耶、yeah! 掌声给他们鼓励。其实现在呢非常多还是有一些培养情操的一些课程，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比如说像插花呀、陶艺啊，甚至是缝纫课，其实都是一些人生的一些必修的课程，对不对？好，谢谢，我们来继续下一题。好，来请坐。就不能放在口袋里面，放在口袋里面都会是谁的？妍妍的，妍妍的。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什么？还有继续，还有一题啊，还有一道题。现在，来三二一，掌声接。两位的作品，两组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答题现在的状况呢，是这题都答对了，但是呢，因为第一题是我们的一生一世组答对了，所以现在是二。请问下面的四首歌中有哪一首不是八十年代流行的歌曲呢？大家仔细听好。表演开始。哦。大家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来，我们来看第二号小朋友的表演。相对于一号的表演，二号小朋友的表演朴素多了。自己还笑，自己演完一半，真的笑，飞这个盆呢。好，三号小朋友是一位小明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来看看，请转身秀彩。哦。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成为春春演唱会的嘉宾。好，我们来看看，请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讨论一下，然后把答案给我们。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很快的话，那我们三二一之后，请各队的代表对举出那个数字了，好吧？一二三，哪一首歌不属于八零年代？三二一，请举。第二首也就是吉桑来一声笑。不是的，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他们哪位小朋友不是属于八零年代的歌曲的，请往前一步走。恭喜两位，原来是最朴素的这位小朋友啊。每个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来好不好？来，你三位都到中间来吧。来，女生好位好不好？女生来。你叫什么名字啊？对了，不许喜欢谁？最喜欢谁？挑一个人亲一下。三二一，快出发！出发！哎呦，这没有跑多快啊！去哪儿？啊！又是嘴对嘴，来了来了！又是嘴对嘴，来了来。跑过来学一下，学吹。下次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还是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好不好？比如说别人说可以，再去亲，好不好？好。你问一下，你说我可以亲你吗？你问春春。你问一下，春春姐姐。我可以牵你吗？牵你。牵还是亲？牵个两次了。
千。好，何老师手上呢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何老师跟我们一起吧。好，我拿着来，我来。何老师手上有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表情，萌的表情。那何老师随便抽一个呢，春春就要做一个。做完了以后，我们来再看豪豪小朋友来学一下。你首先仔细看春春，来做好不好？好。来，何老师。嗯，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捂嘴笑，来，好好。一二三，一二三，好可爱。发狂的表情。翻白眼你为什么都是春春表情的 double 双倍呢？好，来，一个你脸在抽搐了，睁眼闭眼，有点调皮的感觉。来，你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起来，三二一。好玩的，哎，你怎么这么好玩的？哎呦，好，来。侧面撅嘴。这个是左哼哼，右哼哼，啊啊。好好。还这样，你们俩同时来一个，你对这边，他对这边，对你左哼哼，他右哼哼。然后就亲上去，好好。对，三二，好好，三二，亲上去，然后。真的，眼睛要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再一个这个啊，最后一个还是那个。好可爱，好可爱。那我们也谢谢春春，好吧？谢谢。上次来呢，他那个舞蹈的才艺，对，还有他表演的中枪的才艺。听说你又学了新的，那你学了新的才艺，有没有忘掉中枪这个才艺？表演中枪有没有？你先表演一个中枪，让哥哥先表演中枪，好不好？这些叔叔谁来给你打枪？谁来打你那一枪？你就来表演一下。你指明谁来给你一枪？谁来指明给你一枪？你指明谁给你一枪？谁？春春，好，那一定是亲自，一定是吻了四次以后的选择。我毕竟只吻了两次，还是比不上四次的。来，这样，又好了，那来再突然一点啊！对，我不想死。又来了，又一遍。给他一个什么大炮之类的。我们有这个服饰、发型，有音乐，有难忘的一些物品。其实八零年代呢，在我们每个人，就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是一个很纯真、很美好的年代。而这些纯真美好，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也是有的。那我们就带着这种对纯真美好的留念，也希望可以大家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多回归家庭，多多牵挂亲情，然后也多多感受自己这个动手的乐趣。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像八零年代那么简单快乐，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挑战。